飞机开始呢，所有的奥运相关人员就要听从日本防疫人员的组织，按照他们指定的路线排队通过一道道的检疫关卡。东京奥运也有专门的防疫健康码哦，是在专门的防疫 APP OCHA 里面，填写完所有的入境相关信息就有绿码了。此外呢，我们还现场填写了一个纸质的行程证明，要顺利通关，行程证明和绿码都要经过多次的核验。还记得出发之前我们有做过两次鼻咽拭子吗？这里要查验我们的核酸检测报告了，查验完之后呢，就会在这张单子上给我们盖上一个红戳，这张单子也是之后会被多次查验的。我们要通关的最后一个防疫工作就是现场测核酸，过吐唾沫的方式。他竟然要吐那么多的口水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口水，我吐了半天都吐不完。2 hours later.